你谁啊？你看得见我？哎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哪个偶像明星刚好在这里拍戏。说，你来这里干嘛？你一个女孩怎么那么能吃啊？服务员，再加三份牛排。带好这个不要离身，它能保护你。既然我是那个特别的人，那就为我打破一点点的规则，不过分吧？不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量守恒，得到什么，也会失去什么。你答应过我不带走他的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你不要忘了，毕竟我们和普通人不一样，不要陷得太深。秦赞，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，我有一种直觉，你也喜欢我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哭。对不起，谢谢你。是不是只要我们心里记挂着彼此，我们的这份爱就不会被时间打败？